长沙和斯坦乌拉尔变压器厂有限公司主要生产6到10千伏电压等级的电力变压器。目前，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变压器电厂的产品已远销独联体能源行业。该厂90%以上的产品出口是俄罗斯、阿塞拜疆、亚美尼亚。该公司曾多次获得哈萨克斯坦商业路线图2025国家计划的支持。今年2020年，为了增加其出口能力，在哈萨克斯坦优先项目贷款机制方案的框架内，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变压器有限公司获得了19亿间隔的信誉贷款。该基金支付的年利率为9%，是哈萨克斯坦著名的电气能源公司。